咧，應該要組織翻一個啊風水道教玄術學會啊，將呢個玄術咧就係、是、啊將佢有規有規劃，有個啊有個制度啊。咁啊點樣做法咧？我話咁啊就要阿鄧道長同埋你大家諗出嚟啦啊就。咁啊，道教聯合會會咧經過十幾二十年嘅宣傳咧，咁就香港人咧已經係好嚇好承認啊嚇，道教聯合會係一個好正統嘅宗教。我哋係六宗教裏面嘅創辦人之一。香港有六大宗教，六大宗教就儒釋道啊、天機醫、天主教、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啊。我哋喺初初的時候咧，我哋喺六宗教裏面咧，啊，我哋係唔係人哋唔係好睇得起我哋嘅，但係我經過我哋嘅努力之後咧，我哋同佢平起平坐，啊，同時咧，啊，最近呢幾次大隊上北京咧，都係由道教帶隊，啊，呢個咧係要靠我哋自己嘅努力，啊，將我哋嘅聲名咧係建立咧就要有一個好嘅制度。啊、有一個好的行為是要幫助到這個社會，幫助到市民、啊、道教教人哋 道派教人哋修身，教人哋修心，教人哋做好人，教人積德，教人行善、啊、術派呢山醫卜星相呢就教人吹吉避凶、啊、如果有醫是心靈上、啊、受了什麼創傷、啊啊、或者 精神上面有什麼問題、啊、就靠術派呢、啊、就還要說給鬼迷諸如此類的東西，就要靠術派去跟他們開解 去救他們、啊、那 這兩派呢如果能夠攜手合作呢，我們道教在香港、啊慢慢進入大陸、啊、先講香港先、啊、是會很壯大的。同時呢、啊、術派、啊、道術、啊、風水、啊、玄學、啊、外國人是很相信的，但他又不相信我們的神仙系統，因為他們呢是一神獨大，就是一個耶和華一個耶穌的、啊、那我們呢也都因為他的傳統、啊、那我們呢啊、用我們、啊、道派 去外國傳道呢他會有些困難、啊、但是如果術派去幫他呢、啊、風水、啊玄學、啊、他們是相信的，所以我們 我們的宗教呢不只是在我們中國，將來呢也都可以呢傳向外國、啊但現在我們的人才比較少、啊、這個我們將來下一步下一代、啊啊、我們先做好香港，然後呢、啊、我們要得到祖國的認同，認同了之後呢我們可以傳去、啊、世界各地，英國、啊、德國、啊、美國、歐洲這樣、啊、那我們是很有前途的、啊、今天呢就是我們這個國際風水玄術協會呢是剛剛開始，大家呢就是入會做會員，做會員呢、啊、我亦都知道你們租了、啊、寫字樓了、啊、將來怎樣呢，就是希望大家、啊、盡量去支持主席司徒法正師傅、啊、支持呢就、啊、鄧安士會長、啊、我是做你們的會員名譽會長，是會給意見給你，但是絕對呢就不會、啊、是指揮、啊、或者什麼 我是絕對是不會這樣做的、啊、那就團結就力量、啊、我希望呢、啊、各位在座的風水大師、啊、各位年輕的、啊嘅道侶啊，就而家因為俾人講咗道友，都唔敢講呢個字啦嚇嚇，其實係同道嘅朋友叫道友啊，咁、啊、
咁我哋咧嚇就為著啊將來嘅發展，為著道教，大家要落啲力。同時咧，我哋要承認自己係一個道教徒，我哋係要有道教徒嘅責任嚇。咁我希望咧，你哋啊睇風水啊，或者係睇相啊，或者係同人算命之前咧，亦都係宣揚一下道教嘅教理、教義嘅理念啊。如果需要咧，我哋道教聯合會咧啊，將來會派講師啊嚟你哋個會嗰度啊，派講道宣導師啊，就講解《道德經》，講解《明聖經》啊，講解其他道教嘅經驗，因為呢啲係我哋嘅專長嘅。咁啊，大家咧就互相切磋、互相交流，如兄如弟。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哋道教可以中興，而且咁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哋大家係盡咗我哋嘅責任。咁今日咧，好高興我哋圓圓學院咧，能夠同大家結一個道緣。啊！呢啲係我哋大家嘅緣分同埋福氣，啊，就係、是、希望將來咧，日後咧就係、是、大家多多交往，啊，圓圓學院同埋國際風水圓術會係大家係平等嘅，啊，即係你哋一個新嘅風水圓術協會咧，就等於一間新嘅道堂咁樣，啊。我哋係歡迎我哋多啲啊道堂啊，多啲人參加道教活動，多啲人參加宣揚道教啊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我哋道聯會同埋圓學院嘅希望啊，亦都係每一個道教徒希望我哋道教咧嚇、啊、就能夠咧喺社會上面咧嚇、啊，除咗俾人認同之外咧，仲要係好出色咁樣。有些人說我是基督教徒，我是天主教徒，他以為很威風、啊、我們道教徒很多時候不敢說我是道教徒、啊、因為我們還未做得好、啊、做得好的時候呢，我們可以多做善事，多為市民來做福、啊、那這個呢就是、啊、就除了 是賺取應有的金錢之外呢、啊嘅服務之外咧，我哋希望咧，我哋大家宣揚道教。我哋而家申請緊係道教道祖誕係為公眾假期，啊，我哋多啲人認同，多啲人支持咧，咁我希望可以啊喺不久嘅將來咧，道祖誕咧會有一日假期，啊，佛誕有一日假期，基督教咧有五日假期添，啊，因為歷史上面關係，啊，我哋道教咧係要後來居上。咁呢啲咧就係、是、靠各位大師同埋你哋嘅你哋嘅學生啊，即係各位年青嘅啊道教信徒啊，就係去努力啊。剛才就做咗講，將來你哋就會有有開班亦都會有即係多啲去增加呢個道教嘅知識啊，咁呢啲係我所希望嘅啊。咁啊，最後咧，我就祝願道祖賜福俾大家啊，就保佑大家身體健康、家庭幸福、福壽康寧。多謝，多謝，多謝，多謝。多謝